这个手部它每次呢都写得非常的轻巧，对，所以你不要压得太重啊。这个虽哈，它左边那个笔法本来像个耳朵旁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下面这个耳朵旁哈，走得很快，所以空间很小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上面大，下面小，哦，是。对。哦，他的习惯性这边是用圆形的，这两笔哦，打开一点，上下，哦，短，